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约，那欢迎收看今天的 CSO 耶、yeah! ！这个 CSO， 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想，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拍什么，所以我只好来玩 CSO 了。那个，今天没有飘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是心血来潮想要录 CS 的，但是临时找飘也不太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等之后出新模式，我们又可以看到飘啦。对，虽然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。只要我说我想听他的声音，他应该会理我吧？应该啦。好啦，那总之今天我们来随性玩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懒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今天已经拖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才来录影片，我真的是已经懒癌末期了。啊，对了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之前有在送那个解码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很偶然抽到这一把枪了。哎、欸，这把我玩了一下，我发现这把好像就是。用起来我觉得很吃技术，就是你手指的速度啊，这个神之手黄金手指的速度啊，欸没有啦，因为它左右键一直换，我觉得有点麻烦，就是欸你们都不会觉得麻烦。好啦，那总之我打算来今天来玩一下别的游戏哦，就是别的模式那至于是什么模式呢？很简单，我想玩一下那个乐斗模式里面的哦，其实随便一个都可以啦，我觉得。就是像上次那个什么明星斗阵是不是 ？All Star， 对我先叫 All Star 好了，我不太记得中文名字。All Star 模式，个人觉得还不错啦，真是，你们知道的。哦，魔术空间，哇靠，魔幻空间啊，这个我一定要来玩一下。各位还记得吧？魔音师，这个以前这个模型是真的超好玩的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模式。只是官方只出这张图片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惜。我觉得我个人蛮想要官方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出一点新的这样就是魔幻空间的这个地图啊，我觉得就很棒啊。然后有如果幸运的话，卡约也会去玩这个之后韩服会出的这个 Studio 模式，对它。它是一个很像麦块的，就是自由性、发挥性很高的一张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地图啊，然后让大家在一起里面一起玩啊，这样子算是一个还蛮自由的模式。我觉得能够在 CS 的这个结构上面去套用入这样子的设计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模式啊。对，当然那个等我台服出了再说，不过卡约可能会去韩服玩一阵子之类就是了。哦，马上来玩一下啊、哦。哦，这把枪哦，这个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左右键是拿来交换的、哦、啊！等一下哦，太久没玩 CS， 忘记怎么是啊靠腰啊！啊哈哈哈！我不要赢了，妈，这年头都这么喜欢从后面来哦，他在哪里呀、啊？我、啊、靠腰、啊，背叛者哦、啊，对哦。这游戏好像还有那个，这模式后来好像多出了一个背叛者的样子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魔音师估计会跑过来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背叛者吧？是哦，被骗了，我被骗了。来，魔音师在哪里？哦。我记得是谁来着啊？击杀者会变魔音师，对不对？好怪哦、喔！算了，这把枪我个人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怎么讲，左右键这样子一直换，是不是？重点是还不用换弹，是不错啦。好啦，背叛者是谁嘞？没有看到背叛者哦。哦，来了新的魔音师，的背叛者，我觉得他可能要来找我，因为我一直站在很边缘的地方。啊，没有，他直接死掉了，干。怎么这么可怜？
等一下，我要戴一下耳机，戴耳机才能知道他在哪里。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哦！我看到来了哦，真的嘞，他真的来了。等一下哦，这边还是换把机枪好了。为什么我这把？这把好像是新的枪是吧？而且好像还没有什么特殊能力是吧？哇，还这么炫炮！哇靠，哇靠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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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被发现了吗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我靠！我都忘了这游戏还有那个背叛者了，真是他妈太屌了！等一下哦。我靠！哪有人这样子的？等一下，现在是怎样乱扫射就可以找出背叛者是吗？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刚复活的不可能是啦。那魔音师在附近，等一下。我靠要啊！靠背啊！他是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枪射不到他？有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。原来是这把枪太烂了。魔银师探测器，还有这种东西哦。移动速度提升，哇靠！现在还多了这个东西，哦，又有新的要出现喽！干他！我刚刚在我面前，他妈的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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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爽啦！我靠哟！啊靠！吓死谁啊？等一下。我要换一下武器，等一下，我有了武器，暴龙魔爪好了，虽然我不常用就是了。好久没有玩魔银丝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他刚在这个地方，他刚在这个地方。不见了。好，哇，他又这样死掉了。我们要继续，应该是换新的了吧，对吧？背叛者又出现了。又来了，等一下，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杀那个时间停在什么的？靠靠靠！背叛者，妈的！哪有人这样子的？等一下，麦阿内后不？我靠！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要换武器，该换武器了，真的。哦，太久没玩 CS， 现在狙击模式已经不能用了，所以说我就不换那个蠢雷了。对，让我上去啊！不行啊，雷亮，其他游戏都是续服的，是跑步之类的。等一下，雷亮，我看一下哦。哇，好不习惯 CS， 好不。突然有一种违和感，就是不习惯 CS 的那个，我靠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 ，He's coming！ 他出生在我附近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
这个是叛徒，这个是叛徒。可是这游戏什么时候出现补给箱的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又要换新的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不是这一只。等一下，那是切枪吗？等一下，有东西在我附近。等一下，三小啊，现在要换我背叛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如果我背叛的话，那我要去杀个人。伤啦，伤啦，咬我啊，笨蛋！我真的伤不了他等一下。靠！等一下，我被那根笨锤子，那个算超凡吗？等一下，那是超凡吗？攻击力增加，然后现在又在那个了，又在找新面具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？因为我以前很爱归这里，所以我知道这里是很危险。但是视角最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有他在那里。结果我干掉的是背叛者，我靠，这个背叛者现在这一次有点狂啊。我靠，三小，不行啊，切枪，这个切枪有问题啊，等一下，大哥，这很有问题啊，靠！马上就遇到背叛者是怎样？妈的，我也要来换了！太久没有玩 CS， 靠！干太过分了！那加把板凳来打你了，妈的！我真的已经太久没有玩 CS， 等一下。太久没玩，现在连距离都抓不，靠！我随便乱射也可以中哦，这么爽，这么爽啊！好啦，那就赶快冲啊，冲！到制高点去！靠！大哥，你真的很过分哦！这个，干掉了！就是你呀，妈的，杀我嘞！又要换新的魔音师了。怎么又不是我？我靠！现在又换我了，是不是？酸哦！我靠！我靠！那个好快哦！等一下，他那个东西怎么打那么快？等一下，那我也要换打很快的。怎么又是我？等一下。我靠！伤啦！靠！差一点！等一下，不，你这把伤害太低了，等一下。
那就夺魂长刃，对，我最擅长的夺魂长刃，好久没玩夺魂长刃了。我、哦、靠！我吓死谁啊？妈的！干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要换枪，这我一定要换枪，这我一定换啊！这把伤害应该够高吧？等一下。靠！怎么又是哦？还是他哦？等一下，那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。那我也跟你不客气啦，妈的！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？真的有打到他吗？我刚刚真的有在打他吗？妈的，在跑啊，在跑啊！在跑啊！哎，我来看看哦。哎，又死掉了，又换人了。再来呢？哦，又要换新的人了。干什么？等一下，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他这样看根本看不到吧？找到了，就是那个，他来了！哇靠！两只把枪伤害太低了啦！等一下，怎么用我？等一下，怎么用我？妈的！剩几秒钟我也就不躲了啦。然后我的十一杀，可恶！哦，我最喜欢这个模式了。有没有机甲争霸？我好想玩玩看哦，好想玩一下、哦。足球，上次我们玩过足球了嘛，所以就先不要嘛。哦，这个足球好多人哦，等一下。我记得404那边有一个机甲争霸，有，因为网络问题无法进入游戏室，你跟我讲真的还假的？哇靠，那一定是我网络出问题了，妈的，都这样，好，我们暂停一下，妈的，这样应该就好了吧？等一下，貌似是好了，我不知道。你看还能进伺服器哦，然后进不了房间又是怎样？机甲争霸可以了，进来了，我要当红队的。哦，好久没有玩机甲争霸了耶！各位还记得机甲争霸以前就是有那个 bug 可以刷经验有没有？打那个机器人，一个机器人等于一个那个什么来着的，等于一个玩家就是 PVP 的玩家，对。玩命骷髅啊，这个啊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现况哦。我们现在是处于优势，我靠！大家这个有点优的太多了。等一下，不如停！等一下。好了 ，OK， 可以来占领，可以来占领了。哇！马上被阴了一下哦！哎，我们可以学这个技能哦。好了，走！其实我们快赢了，我觉得可以让蓝队一下啦，就是。好了，我们又占领啦。这边有一只，对，找到了，看到了，我靠，开霸体耶，干，他开霸体，安内干丢，我没有剩余的几点数了啦，那个恭维啊啦，好了，我要去刷，我要去干那个叫啥来着的，那个机器人了。我没意外的话。
从两边走才可以吧？我记得中间那边是不通的。哦，又要被占领了是吗？其实我也没差了啦，干。嗯？我靠！怎么一回事？我刚刚是被突击吗？来哦！他们人来了！人来了！哇！有点 OP 啊，这个。我的 STG 44应该可以来陪我打这场硬战的，等一下。哇，真的好久没有玩 CS 了，这个趁 Studio 模式出来以前，我要赶快找回一下以前的手感哦。哦，真的有点好懒得录影片了，真的啦。你们去看我那个昨天丢的《星界神话》有没有？那部底下一大串，大家都问我说要不要玩《封印者》。哎，对，说到《封印者》，我真的是很懒得去玩，但是如果要玩，我也是玩得起来啦，我觉得。但你们知道，因为我现在主力都是放在 CS， 不，龙之谷上面，所以你们要体谅一下那个龙之谷的人士好吗？我只是来刷等的，不要来找我麻烦哦。还没有人来。好啦，蓝队占领啦，我们可以去中间刷那个兵了。那边已经被打爆了，那就。我靠！又来，又是他！这是刚刚那只吗？等一下，应该不是吧？我看我们现在核弹这个还要提升嘛？对嘛？我记得骑兵就是游击型的嘛。我觉得我也是乖乖的游击就好了。我觉得如果把就是一些剧情带入机甲争霸里面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适合才是。虽然他本身就有预设，哇靠！这刚刚是怎样飞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要来攻这边看看。哇靠！这好像有点难攻的样子哦。人来了。先赏你一颗拔蜡啦！再来一个黄大贵！我靠！暴击！好了，那我们还是拿我们的 AK 好了，感觉 AK 好像还是比较凶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又占回了三个据点了。来，我们跑另外一边看看哦。这边似乎是，我靠！我靠！怎么太快了吧？他什么时候冲过来的？我记得好像重装兵是不是有那个途径技能啊？好像是吼。对嘛？我还是去买个爱丽丝好了，我还乖乖当个捕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，奶的时间到喽！然后讲的特别猥亵，哇，已经不敢想象了。等一下，下面有人。
来了来了来了！啊，应该是攻击不到他。对对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了来了，大体模式哎、欸。我靠我靠我靠！从后面来啊！现在的还真是不害臊。哦，这个复活时间确实是长了点哦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反正据点战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要这样才好玩嘛。时间拉久，让对方多打一点，然后养肥之后再自己把它收割来吃。哎，这个心态棒棒的，棒棒的。死呀！等等等！我靠！等一下，我不小心换到枪了。等一下，红队即将胜利，我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，不是啦。就是中间点一直以来都是双方这个僵持不下的地点哦。这张图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谁站在中间谁就会赢，但是另外一张图的话是谁站在中间那就已经是人家赢了啦，是不是？嘿，其实这张图没有，我讲反应该说是另外一张图中间被站就代表快赢，哪一方快赢了。另外一张图比较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因为这张图可以，你可以从旁边去攻别人家门旁边的嘛。可是另外一张图很难，基本上都一定要经过中间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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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我应该快要把人家护卫干掉了吧？有了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，干掉喽！哇哇哇！我们直接赢了，是不是？把人家的那个干掉了！哇靠！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 ！CSO 活动礼盒，哇靠，这个厉害喽！好啦，其实就稍微玩一下也玩够了啦，对。哇哇！这个还在，没梗难呢。官方再出一次好不好？哦，好怀念哦。这个会开到什么东西啊？50个延长券也不错啦，我觉得。然后现在都没有在看活动了，这个是消费嘛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哦，又是保底送是不是？哎，米菲还有亨利两个，战斗的法则，有关时间，哇靠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哎，永久的，永久的哦，这个就是一星期嘛 ？OK OK， 哇，还有这种东西哦，等一下。那个这个有时间，这个有时间再来玩好了。对，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相关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荐个追随，推荐人跟随。嗯哼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那今天稍微来玩了一下这个 CSO 来做 Studio 模式的这个的，就是复习一下手感啦。对，我有爱丽丝啊，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去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不能在机甲模式选他？等一下，难道原版才行吗？官方哪有这样子的？好啦，那总之就是先这样子啦。对对对，我们先这样子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喽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说真的啦，我有去投那个官方说的那个抢先体验呢。如果幸运有上，我就会去韩服玩给大家看这样子。对，听说还有中文解说包，哎，官方做的真周到，哎，还不快赞美橘子，歌颂橘子吧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橘子。